您高寿啊？六十九。六十九。啊。那看您身体可够棒的。棒什么棒？都大修过一回了。大修过一回。那是不是？哎呦，那您是什么？心脏。哦，心脏啊。啊。好。那真是那什么？那得住院多长时间？那是一个月。现在也是微创。不是。大开胸。哎呦，好。那真不容易。哎，那您做的等于是那个，搭桥，比搭桥还深呢。嘿呦，那得在家恢复了多长时间？四年到五年。就是感觉是没劲儿，伤气。哦。你想，那您以前是年轻时候是开？一直开车，三十多年开车。公交。不是，单位。啊，单位了，那挺好。我说您那个感觉您像个领导。不是，开车。开车。哦。他呀，他是怎么？三十多年。人一晃多快呀！哎呦。一想起插队那会儿，这没朝气蓬勃呢，是不是？我还告诉你，嗯，你还就得承认，承认什么？嗯。北京，要搁到外地就完蛋了。您年轻时候插过队啊？陕西延安。那可挺苦的。哎，那会儿我们哪知道苦啊？插队的就是都是插队，全走了，你不走哪成啊？不成。您是几？你抽这个烟吗？您是几几年插队的？六九年啊。哦，六九届的。我们六八届，六九年走的。珠子，你尝一这个。你尝。六八年元月，六九年元月份走的。那是老三届，那是太轻，哪是那什么呀？太轻。那据说那会儿去西安那边都特别苦，吃的什么窝头啊？那时候还梦幻呢，延安革命圣地跟北京似的，那时候还那么热闹呢。那您到那边呢？三月回来了。仨月就回来了。逃兵。三月回来了。有那为什么呢？有病啊，有特殊困难啊。吃的是？吃什么？什么都吃不上，是不是？苦着呢。那不是说是小米为主，实际当中他就是半年粮食半年糠，你得等你。吃糠啊？半年粮食半年糠。那我没有，那会儿哪有粮食？那糠怎么吃啊？你糠怎么吃？那跟你掺一块儿，跟米掺一块儿熬粥。哪有米啊？这没有大米，一年到头没有大米。大米小米跟糠一块儿熬呗。没大米。我听人说是插队的那会儿啊，喝的水啊里头都有渣子，就是沙土跟树枝子。上边就洗衣裳，那山沟里头，你接水就你用水，这就那水。欠你说的。我姐上宁夏。您家这么苦，我姐上宁夏，那还是军队接的。那行，农垦，啊，农垦对，军队接，军团，一月三十多块钱，对，没有工资。哎呦，那一月三十多块钱，三十多块钱，我们一天挣一毛六。我们参加工作的会儿就是学徒16块啊。我们插队回来是二十，啊，是吧？插队回来是二十。我们参加工作就是33块一毛六，我们参加工作电池那儿接不了。那您现在应该拿一级工呢？那您应该是比那有什么二级工、一级工？啊，我们在一级工不算学徒，学徒就10几块钱。您一参加工作就一级工，那不错。那熟练工。我们延职级。熟练工。那您那属于是国企啊？对，那会儿就算那个事业单位。那您那退休金应该挺高的呀？对呀，没二十六涨六次工资都没给我涨，第七次我才涨工资。退休工资特别高，人家退休都拿600多，我那会儿退休就拿1300。哟，那您是什么时候退的休啊？我2001年。哎呦，那您看着不像啊。我70，今年整70。您都70了，那真不像啊。那您要2001年退的时候，7000。拿1300多，1300多那也不低了，啊，那不低。人家都拿600-700，我拿1300多退休，所以六次涨工资都没涨，第七次才涨，第六次涨工资我比人高2块，就没涨，没涨脸。哟，那您现在拿的多呀？那5000多呀。那也不算高啊。那可能。
那会儿六好，那会儿第七次才给您涨工资，现在、涨了六次工资都没给我涨，没要第六次我差可能高两块都没涨。那我们是零，我们是零，我是零七年退的，零七年退休的才。那你也早就退了，我没五十五岁，我五十岁啊，我本来应该五十五岁没干，干了。